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，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哼，那未必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统分，三少爷七筹，老太君五筹，香剩一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祖母疼爱秀波，给我也做了一只。小姐，那两个分明就是一对儿。天磊哥哥，你可喜欢？我说天磊啊，你瞧瞧，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，你就快收了吧。哎呀，喜欢喜欢，多谢妹妹。多谢妹妹美意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嫂嫂。这个物件呢，本也就是护身符，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，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。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。温展，跳高。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。天磊哥哥，嫂嫂，请用茶。记得小时候，哥哥的嘴最刁了，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。天磊哥哥尝尝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好，尝尝。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。多谢嫂嫂夸奖，若是喜欢，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。我还得去巡逻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站住！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。啊，他跟你说了？嗯。他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，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，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。嫂子。
我走了。好。